吴哥窟是近来国人热爱旅游的景点，不过现在呢，你不必花大钱买机票，就能在网络上看到当地的上百座寺庙全景了。这是搜寻引擎 Google 把吴哥窟纳入了线上地图，也成为东南亚地区第一个在 Google 平台上线的世界文化遗产。 各位观众朋友，听你现在所在的位置呢，就是在吴哥窟的遗址东大门。看到这个平常只会在明信片上出现的风景，都真实的摆在我的面前，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壮观。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还没有机会来的话，听你现在先教你们一招哦，让你们不用出门也可以在家享受世界七大奇景。 拿出平板或手机，荧幕轻轻一点，不用亲临现场，吴哥窟古寺庙的360度全景，通通一次尽收眼底。 我现在呢要来亲自体验这个街景背包哦，等一下哦，嘿，他们说这个长长的一字犁头有15公，15公斤哦，哇，他们说这个机器看起来在很小，但是我将近20公斤哦，而且我走到哪里它就可以拍到，太厉害了，我要站直，耶，拍照了。不管是雕像还是一般游客看不到的景点，街景背包通通都能拍下来。不过负责拍摄远景的街景车看似比较轻松，实际操作起来也是有让人捏把冷汗的时候。在另外一个景点，其实我们操作员是掉到流沙里面。 就是下半身被卡住，所以只有危险的。超过1000座寺庙，已经有100座在 Google 上线。未来民众出游前可以事先规划参访路线，节省宝贵的旅游时间。看完今天的报道，大家是想要赶快 Google 吴哥窟，还是立刻订机票飞来这里呢？以上是记者周庭宇、丁敏杰在吴哥窟热到昏头的采访报道。继续前进哦。